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福气来了的节目。今天你跟乡亲朋友讲一个好消息，对你的心意的时候有你的客家子提的王子宪的染虫费，所以今天有动到神奇的故事到内容分享给大家，接下来分享你的金感里面其实你的新作客家子提客家创作歌手王子宪分享。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依姐，安叫冇看到，自己当叫冇看到。系啊，我是子萱，要转来捞，大家来分享我最近最新的动态。耶，欢迎欢迎！其实大白看到子萱都非常嘅欢喜，因为又系专门家嘅感觉。转来客家电视台是专门家嘅感觉。而且你来到客家电视台录，回来你站在你讲很好，都嘅开了腔吼。诶，因为老你讲，其实有时间开主持人都要讲自然腔嘅，其实东南对话。嘿，我觉得那个 tempo 冇腔。对，好，虽然讲你讲客家腔系冇腔嘅腔调，不过其实我讲西安开了讲嘅讲戏，其实还是要练习而练习。我就每次都跟人家讲说，有时候我现在也会讲讲自然腔嘛，我就说我的四线腔大概跟罗哥罗时丰罗。歌的海陆腔一样好的、欸。我跟你讲，哎、欸，你要听节目是莫不挠捏打绿腿改罗哥款。我应该讲琼蓉河啦，琼蓉河系冇。哎呦，好，今天东方伊做得咋啊？咋个一百绕墙都子萱来到啊？子萱来到你个节目地图，哎，你见不见就好消息了？大家来讲，你自家讲，好棒哦。哎，你我团啊，翁子轩那三品款，今年在新竹个风 live house 会办哎你十周年个。啊，染虫费，子萱从木艺十九年呢，冇了讲，所以新一年初四，新一年时候才 any 新作 phone life， 子萱会准备动何款的表染，放样台价，是卖 any 染虫费的票，两百是 any 动重要一家里程碑啊。耶，其实恭喜财宝吼，因为俺老子萱认识俺当年的第几个盘十年个染虫费，新冠毒费松个放弃，因为恭喜财宝，哎，十年十年嘞。可以撑到现在，也不是一天天简单的事情，不可思议。哎，你也恭喜，不过子萱哈，俺都应该表现都非常介好，心情也动好。可是老我爱起个也唔敢讲，你当年从歌出专辑，你讲你会到一只台提放，售票，哎，你讲买票不能抬价，你在染重复，就好像说对你过去新年该重做做一个好像是一个。大年发福，然后可以全部一次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很兴奋。其实因为今年有台提，主台家都到一家清新是疫情，错，所以其实一块是今年出的时节，其实 any 是 any 团队是有上工了解计划，可能 any 上的今年是周年的。是从安尼做善堂白啊歌啊歌戏了两条歌曲，安尼暗部排量改进改东西的重歌。来选起来十周年，所以一开始安尼想拍那只染虫符的时节是动球以前是都该准备的，后来碰到疫情，然后是又想讲可能今年无法突破的，不过后来青年半年时节疫情趋缓了，所以其实团队是又想讲还是安尼还是准备，不然十年一次嘛很难得，所以后来差不多。九年开始就又继续开始筹备，然后到最近才跟大家公告，Any 大家染虫费才爱家乡新竹。其实 Any 讲到旧城派对，这四个字，九年 Any 时提一排又排，因为大家都知道子萱俩才新竹个东门喜冲嘛，对，那才新竹工业的基地，我们说你的秘密基地，对啊，其实爱许多旧昌戏个。新竹的客家文化其实是很隐性的，所以俩一两年，安尼转到新竹家乡走动都会发通，其实系本安尼新竹嘅后生嘅客家青年，佮着做得亲转，佮着对客家嘅认同，所以去年办题牌，安尼老拍摄少年在新竹影像博物馆前面办，所以安尼讲求真派对，以及去年题牌办。没有售票的，也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宣传，我们就做一个海报啊。Andy 翁子贤到三民快绕拍谁少年，然后那时候也觉得很惊讶，其实旧城区的这些听音乐唐静蓉的和尚音安豆，对 Andy 木逆引通的和尚音安豆，我记得那一场是满的，要600多个人这样子，所以啊，今年 Andy 是
啊，上好台单的、嗯、啊，是想讲今年很爱宠物呢，是旧年的、嗯、啊，所以旧城派对二就选择这主题，就是翁子骞捞三冰块啊，是旧年，然后我们会把过去这十年，你憨狗的路，你宠狗的狗啊，重新再编曲，然后邀请一些特别的来宾回来再看我们一次，然后这一次卖票，我们也希望。所有过去有来支持过子萱，不管在东门 Recon Live 看我办活动，或是三线平快看子萱办活动，任何场合看过子萱的朋友，放样你就转来看子萱十周年，我们会在这一天准备一个动静才表演。耶、yeah, ，我觉得听子萱这样分享，爱奇艺感受动静哈，我们 D&D 田喜基前面个客家用心很容易想哎。我觉得我要说一个比较不讨喜的话，什么？什么？什麼你紧张是不是？对啊，不讨喜就紧张。我说不讨喜是谁讲？其实子萱讲去 Q 年盘提起冲的时间是五之前的台下路来团，现冲动都改硬要动脑硬，我觉得很好。我觉得那是一种躺进我改气氛，也是台下对你改支持。可是我觉得，我觉得台推班改观众朋友到 Q 前面还很有联系。联系卖票一款，卖票躺烂床费，卖票一款戏，对不对？我觉得哎，你所有该推班对，应该文化你要支持。你来讲哦，俺在台下躺毛钱呢，毛钱俺涨一躺，俺像我毛孔融，推班应该赌苗方钱走台也直接走在那只顶，走在看那不一样，那酬神戏耶，什么？你讲哎，十年的这个脑力精华，这个集成这个。整个同时要爆发，我们当然是要买票啊！对啊，而且其实我们也很理解，就是说看看这个艺文的这些观众朋友的心情，就是说其实有六七节，几条上的机器，不过几条可能起到这个票价可能很贵，对。可是其实对很多演出单位来说，它其实是赔钱在做。可是为什么赔钱要做？因为很多事情它是要一直延续下去的。没错。然后在疫情这个严峻的情况下，其实继续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对艺文团队来说。他们会继续成长，你才有机会款多，他哪进才不要烂，所以我们就想了很多周边商品，让大家在买这个门票的时候，其实他会获得很多，像这个毛巾是真的质感很好的毛巾，还有这个纪念的 T 恤，它都是质感很好，而且就是限量的，对对啊，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来，这个还等下还做点好好的分享，因为子萱讲到卖票两件事情，我也讲一下，因为几月盘了在染重复的时间，做点可是卖票的时间，其实穿他讯息不挨，大家了都用用赖什么，其实赖不挨，我想讲，哎呦，我是夹夹点落去，我落去卖票，我一看我票四千八，我新冠都是想讲，哈，孔子爷，你做票四千八，为咩贴贵？因为刚下记得讲嘛，其实大家会卖票咧，机器安用个团聚。叫孙天佑来通知我，哎、欸，你看不出来啊？该四千八号是东豆该周边商品，而且是团体票，对，所以你看，我就是快要被归类在老人族了。所以你要不要动贴心哦？你给我动党性冠哈，动党的性冠。听说你都还有什么小帮手提手卖票系吗？系啊，因为应该伫东豆其实桥上的朋友，记得是卖票是该 iPhone 啦，什么 Family Pro 那些，他们都很熟悉啦。对。可是 N 你的总体记得其实对该。操作那些事情，他比较害怕，所以我们就开放小帮手，就是说如果你有需求，你只写 email， 写 email 会不会很难？喂，喂啊，脸书做得吗？脸书做得，脸书你就讯息来给我们。简单来讲是，系统也脸书讲，哎、欸，爱两种啊，爱用手的。对，然后我们就会跟你对，就看怎么汇款啊，然后我们会请小帮手引导你这样子。对对，写信来也可以，然后需要怎么样的数量？像我们去宣传棒哦，那个很多那个大哥哦。看到我拿一张 CD， 说哎，这是我之前出的 CD。他说哦，你有出 CD 哦，100张。我说大哥，我没有100张的，我剩不多。他说那你最近在干嘛？我说我们卖演唱会门票。他说那100张。认真。对，我说真的吗？他说我说你要有100个人来看呢。他说哎，那我想一下。去卖票改信金是我支持你，可是改不定做某一款。阿勇改讲过，不过所有改观众朋友大家要同情哦，系讲你做得送名去卖票，是送名去卖票。不过你想会。几千你给他价值点票，送没有卖票是应该免数，免数当简单，你摆脱损呐，你摆脱你也不喊你，应该免数留言，其实让你买。你请翁子骞到上宾馆，你打翁子骞出来，应该没人。哎，该哎，拍摄拍摄，哎，请问一下巨星，俺问一下哈，俺只是要卖票，俺没有交钱的哈，问题票都来拿哈。啊，票是现充。保你的命是做对的系吗？我们核对身份，你带身份证给我们一看，你就是他。该系没有带身份证，会带。该健保卡做对吗？可以。好，
驾照也可以，护照也可以。好，反正做在前面，你真是幸福感，你去到现场，你是拿出来是做在那度真实的票，还是做在你去的？做在做在。先去做在先奖位吗？先来先奖位啦。先来先奖位，因为我们没有对号的，因为当天那个新风 live house 是一个很舒适的 live house。太棒了哈！所以其实吼，你唐子轩讲，其实动动诶你讲吼。该比较硬的官方的我们就不讲了，然后简单讲起来说，是音的声音的触是听说的技巧，你哇，你看走到安江有没有了设计？了设计好，等下又继续再来讲讲，讲到哦，这么的新颖跟这么的时尚，有冇？大家走到去卖票的技巧啊，王子燕，还做埋读信州嘞，因为你个故乡嘛，哈，对，那为什么会从为什么会走改变又走？因为母语故乡让念音连起来，哎，我自己觉得啦，就是一个三角形。我觉得环环相扣，它之间这就是你整个走到今天的一个成果发表，十周年呢，哇！你十周年办完，我是要讲二十周年还是十一周年？要办十周二十周年之前，我们要先健康的活到二十周年。最近的感想。好，还有嘛？改进才改笑谢，老台家讲，台家聊哈，等下再同你讲。东方宇宙的绕墙岛，王子燕来到节目第一读，老大家来讲十二年初四到现在盘十九年嘅木易染床费，忙卖票，赶紧夹夹去卖票哦，系冇？哎，好歹还要卖票，还提前一直在卖票，还叫卖唔到票。那该东江今年播出以后，佮就卖唔到票。哎、欸，那就办第二场啊，加购，加开啊。等一下加开好像都是隔天，对不对？对啊，我当天晚上直接继续开。啊，不然你说，如果你没买到票的话，晚上我继续开。两轮，两轮，好，哎、欸，跟那个婚礼有没有请两次一样？对对对对对。哎、欸，乡亲朋友，系讲基本一看到播出过后啊，你是卖票发现票卖唔到吼。你新冠毒是唔爽快，什么？拜托你一个脸书灌爆他，老去讲你想会卖票，哎，你想办法再过来开第二场，好不好？哈，加嘛。如果你开第二场，我还是会去。拜托你，好，一定哦，一定哦，俺们买洗，俺们卖洗千八的，你不要第二场涨价哦，买啦。哎，那我第二场周边商品再换别的。这个好，我把那个穿 T 恤的女生换成你。好，那我买100张，俺卖18张。好，其实吼，只要大家咧讲清楚咧机器啦。不过今天讲到你看，哎，你讲个 T 恤，那一亮相嘛，啊，一个好漂亮的女生，对不对？而且整个颜色都。动发拍个广告，所以你有咧简单的分享一下，两百系你都有个主视觉设计。嗯，两百设计很系你的老朋友啦，是系你上向的设计，设计是方旭中。好红哦，好大咖、哦。对啊，大咖，他是真的，我们两个真的很默契啊，因为他从我第一张你提中巡演签哦，你从他啊哈加哥。以后开始从哈加哥以后走体重该转播该如何转型，他就是我们对十年专辑回顾对啊，那一年他入围金曲奖最佳的那个专辑包装嘛，他人生第一次入围，他人生第一次入围，然后他连续就入围不知道七次还八次，哦天哪，然后所以你们是彼此的滚音。他算对啊，对啊，我觉得我们都有经历过一个年轻的时期，然后他现在是大师了，你知道吗？哎，你认识的人真的很大咖又大师，我认识最大咖就你了，可以吗？我认识的人本来不是大师，后来他们都变得很厉害，比如说薛士林啊，好烦哦，茄子蛋啊，对啊，然后那个你就是他们大家的推手啊，对啊，这是怎么这倒数第二个好朋友，不是说男朋友，倒数第一个好朋友，对。因为你其实直线音非常改好，因为四代他都去相处，去在非常优良改有上音，优良用回流叫很优良，优良优良嘛，有良的，优良，那你是当做优秀改，因为你都变到东风，你好那个合作改成的设计师啊，变到台式这样子，俺虽然某年是改掉，不过俺用年是改掉改。台式动风感应的朋友王子燕，你看阿美莎，我算间接认识啦。不过我来讲一下哈，就是说，其实我还先讲一下，讲过几条改新，改回顾之前先讲一下，两百个染厂粉又新够 Q 很吗？哎，又一条新够 Q， 因为其实做十九年的回顾哦，其实台家都会想讲，哎呀，是不是好像一个什么终结了？其实我们是为了要面对下一个十周年嘛，所以很黑我本台家都躺到，你王子燕到三品块新的。
走平，动身景，不过金峰金那莫冲，因为我们要保持神秘呀。对啊，你要买演唱会的票。金峰一蹦一躺嘞，战场非常莫爽嘛，改嘞。来来，所以我又卖票改，因为我一定要现场听的、啊，你不准跟我唱哦。不唱不唱，总得冲哦，总得哈，所以又性格，而且战场不改，因又可能不又心比嘉宾。神秘的嘉宾，没错，我们在讲，讲出来是猫心比。有一些已经不神秘了，比如说我们以前我们暗黑白领阶级哦，该东西 any 体重转西转播给卢嘛，按摩排量改比，该东西 any 在加组合子轩到阿 Ken， 后来 any 解散了，然后这一次的十周年就特别请阿 Ken 回来。一起重新演唱以前的歌曲，那也要代表你们是好朋友，没有心结才可以呀、啊。哦，大家都成年人了。好好好好，其实俩种是挺简单了，大家来讲啦，就新年其实做了动作该专心看，佮下讲的嘛吼，阿母拍量改革，你这还会讲到动红的阿母拍量改革。哦，对，我好久没讲了，那五六年没讲过这个词了、嗯，以前被纠正，一直主持人很多都讲不会正，你知道吗、哦？我以前在外面表演的时候，主持人一看。那名字因为很快嘛，在外场出生，暗白领接黑吉，暗领白接黑吉，暗子轩跟他的 partner， 你确定？对啊，你确定这样？常常这样了，然后后来就说，哎，暗两个年轻人很优秀的，就后来我的 partner 那时候说，这个团名字好像很难念这样子。可是不管用英语没得到东都该讲，黑在好改开始，他宝贝是黑王子贤，然后三品快，好，其他容易改名啊。我觉得比较声音狂哦，你2013年2015、2017你让。多厉害！就入行来，其实唔过冇辛苦，听从冇可能啦。而家歌手嘅心中嘅立场系非常嘅辛苦，唔过诶，你表现本台家啲嘢都系好风光的一面，对不对？嗯、像你啲阿看起来就很像巨星啊！我现在很憔悴啊！在那边，你在憔悴？我憔悴啊！哦，要办演唱会是不是？对对 对, 對, 對，最近都在练体力，这样子。都在管票务啊，龙明噶寄信啊，一直要帮他汇管理汇款的资讯。不要，你莫用，你莫用，你莫用讲哈。好，讲到两片嘞，老大家来分享，该是嘿。我们先还是要老大家来讲你的团员啦。唔过吼，哎，你该企划非常该优秀，你老大家进行两种级，其实东东已经上到我们麦琼龙了。哎，对啊，这不过其实这也没有多久以前，可能两年前停。两年前是更动球嘞。对，两年前。我们讲一个最特别的，好吧？是。鼓手。鼓手对，还有其实 keyboard 手也是。嘉奎。嘉露。啊嘉奎，没有，你知道，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叫他嘉奎，因为他以前很魁梧，不是，所以很容易联想。你不要替我打台阶下，因为我想到是另外一个演员嘉奎哥，嘉露，拍谁拍谁哦，你不要跟嘉露讲，我讲错。不会不会，他会看到啊这一集。好，因为小头老师变瘦了。对对，他变成肌肉猛男，他现在是肌肉猛男。对，然后嘉露是一个我们不知道他日文很好的一个 keyboard 手。因为我们有去一起去日本巡回嘛，他们每一个团员都给我非常多大的惊喜。你看秋群也是，对，在去秋群是还给弹吉他改哈，吉他熟。去日本被鹿咬破裤子，这样还上新闻这样。对，其实简单讲，原来大家团员都有故事。简单来讲，比如讲，佮秋群系佮家己吉他手，佮老子轩型一本表演个时间，结果佮腹部佮颅拗动，拗动在太空，结果佮用佮胶带搭起来，所以是打两年，蒙明白，还送新闻啊，两年，所以佮大概团员都有几个很特别的性格，然后所以才会凑在一起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团队、嗯，这就是团队哈。那向前朋友来讲说，你为什么要弄来讲佮蒙子？现在转些又来到人，又来到团圆，而且怎么还让来讲去新年做两卖事情？因为来到来考试，先不提个一点线索。还你俩来考试，谁考？你个蒙子宪，俩题目按到一起快问快答哈。用黑咖啡，哎，你强下来问，强下来问。哎，其实你真心冇老去讲哦，佮真心唔定爱问嘛个哦。所以你总得上场球哦。这是有秒数限制啊？是没有啦，不然不给我个按铃，好得冇哈。好，好啦。我拢讲爱出动到题吼，爱摸天头答题落去问，爱看你表现用因哈。第一题，强问孟子轩冲谁斗台盖？哎，你讲绰号？子轩。然后我大学的时候，他们我是演那个少林功夫足球，那个少林足球的那个将爆，所以他们我大学四年他们叫我将爆。真的假的？对啊。哎，俺女婿给新年 MD 给。绰号叫做将爆。我现在也是回想起来，好像有这个。真的哈、哦，好、啊，你看这个题目真的没有听到什么。没有挖到一些秘辛，好来来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卡通人物。咦，有，可是我现在想不起来。颜色？孙悟空。
哦，为什么？七龙珠的孙悟空。哦，为什么？我小时候看七龙珠长大的。啊，好，提上提动简单哈，今日讲十个熊哈，大家是莫卖票啊，提上你提好是个哈嘎料理，哈嘎小炒。真的吗？真的、啊，我妈妈炒的。我以为你会讲猪葱炒更细。不要，我喜欢那个 chewing gum 嘛，还是没有办法，那对咀嚼肌太伤害了。因为该台抽摸中和东南亚，你竟然喜欢吃哈嘎小炒？我这几年我特别觉得它那个其实是有很深的学问在里面。OK， 好哦，好哦，因为你自家系从国外语言乐团嘛，吼，你自然你自家嘴唱嘛，该乐器。川配小号。为什么？因为小号很亮啊，然后我喜欢，我也喜欢。哎呦，其实我有练，练不起来。哦，真的吗？对啊，我会弹吉他嘛。对。然后我去年疫情刚起的时候，我去买了小号的吹嘴，在家练习。然后我一些那个管乐的朋友啊，我每天都传我的吹那个吹嘴的影片给他们，那 bus 那个叫 bus， 他们都一直笑我，每天在笑我。后来有一天我儿子经过起来，把那拿起来，他就顺利的吹出来了。啊，那我就说。为什么你这么轻松？他说：“爸爸是很简单的，噗。”然后后来他们来跟我讲，因为我买的那个吹嘴是比较小的，所以比较适合小朋友，不是适合我。啊，哇，原来哎，你看金木一母俩都用几个龙地。好，我们刚才又少改，你改团然嘛？你可不可以讲你团然改怪癖？随便挑一个讲。哦，我们今天是爆料、啊。邱群，嘿，他每次演出都穿蓝白拖，然后小头打呼声比法拉利还要大声。好，继续。然后加入。他有很多秘密都不跟人家说，像我们去日本，他本来不会讲日文，他突然变成翻译。对。然后小 Q 也是很多怪癖，但我现在想不起来，超多的。好，今天饶了小 Q。对，小 Q。对，竟然没有他的，竟然没有他的，怎么可以？可以再给我五分钟。好，俺问你一下哈，黑工，大家伊都动漫、动漫喜冲的许东西，你有嘛个点特别推荐？动漫喜冲其实应该最好的是米粉。摊的米粉哦，米粉好，爱来十个问啊，最每两题吼，想请问一下，你站出改世界都到最尴尬的一件事情哦，东豆哎，又一白哎，没有尴尬，我不会过哦，退票哦。又一白，因为爱爸爸妈妈动好天爱去表演，嗯，我爸爸很喜欢吹那个口哨，就我爸有时候吹口哨都吹到，因为比如说他看。表演看得很投入，他要增加气氛，他很投入，对对对。然后他就每次演出，他就，然后就有一次，就是他前面那个被他吹口哨太大声，很不舒服，他跑来前面舞台前面说，唱，刚我要讲话嘛，他说，嘎很呀爸爸嘛，我刚以为你讲脏话，我说，他说刚才那个吹口哨是你爸爸吗？我说是啊，我本来以为他说他要鼓舞，他说。他吹好大声好吵，叫他去旁边吹好了。我还在台上回应呢。哦，好好，那我来唱下一首歌。哇，真的，其实你要回忆起来还是蛮有趣的。乡野奇谈呢，其实乡野奇谈。其实我每次想到演出的时候，有很多乡野奇谈，就是真的过去十年哦，我们每次这团员之间大家聊起来，其实是。当下是很生气，可是现在是很快乐这样子的、啊。其实还有东豆改，哎，你讲乡野奇谈就聊大家的朋友，先聊下，等一下再跟你讲哈。今东方一走的绕墙的王子燕，你讲做媒家算吧，算做媒家哈，对啊，嘿啊，虽然讲心中那朵莲不易燃，可是也还可以。其实没那么燃呐，就是时差一点钟停，错差没一点钟啊。好好，我们做得哈，你看到直线见面那朵，你来现场，你讲染长服有一条新歌曲，总得弹，因为而新笔。你讲给予打击打了多两片，所以你打击打了，不然你都考试。哎，也真是冇讲好诶，因为其实公司财务在高手吼，你又肯去重过，伊肯去重过，所以不去签诶，因为家己系去该赚人的灵光。那我今天唱到底，我就可以赚，我会变大富翁。根本伊咧是肯去重过，唔不去签，所以哎，你讲占他便宜啦，讲起该便宜哈，所以咧两岸小偷咧又始终，哎，你讲签头。哎，真心冇讲坏，所以子轩音定也从买够好，太过分了。我今天真的没有准备说会唱什么歌，虽然我带吉他，但我真的没有准备。对，而且我也好担心。会不会唱别人的歌 ？And he hears boy get a gun in。
你有从两个美琪都抽对了，不过吼，你有在考试哈，所以就由我来抽了。昨天蒙来去，其实一天做昨天啊，莫因为。不然我抽因为俺有可能抽四十啊。对啊，我不然我抽的话，我也可能念别的东西。OK OK， 刚才来抽哈，乡亲朋友俩先来抽哈，哎、欸，来抽该体改哈，俺看起来抽嘛该够球，可能乡亲朋友因为是讲是 life 是在大林啊，落来点讲讲是 life， 所以是有爱来为大家来抽一下。哦，嗯、我跟你讲哦，俩是关键字。你看到关键词，你是从伊跳过跳到俩关键词又关键，基本应该关键词 哦， 哦，好难念。点呢？点呢？你昨天从跳过到点呢又关系吗？点呢不是那个曾子瑜的歌吗？很难念，应该是我的那个咿呀。嘿那，哦阿姨耶，哦咿呀。说真的，有时候你认识一个人，就硬是一个朋友，就觉得他还好。可他一唱歌，你会被他圈粉呢。没有，有时候你刚一唱歌，我突然觉得你好不一样哦。没有，有时候我打电话的时候，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我们，因为我现在回到新竹家乡，说以前他们可能在电视上看过我，然后后来有时候他们在我店里面那个东门 Recognize Studio 会看到海报，我的海报，然后看到我说这是，然后他就说这个团是谁？我说是我，然后他就说。这是合成的嘛？一直说这首毕业制作日哦，他跟女星一起共事，他算女星一个朋友。然后有人应该重构，哎、哦欸、你表染嘛，哎、哦欸、你重构以后，他说，哎呦，我以为你跟刚刚那个是不同人。哎、欸，我跟你讲，真的，有时候为什么你会不，你都会总是记得不给圈粉，因为你老去按圈个 key 哩，按用相处个时间，躺起来讲话啊，按个视频啊，嘛开始其实从你平常你，你刚突然一唱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太认真了，是不是？是好像巨星哦、喔，哦。真是不可思议！你听我这样讲，应该也觉得蛮能接受吧？我被巨星这样成长，我会不好意思。巨星，哎、欸，台钢黑妹起的《洞喉糖》，我觉得好好听哦、喔，而且你刚那首歌也很红。啊，也有一样。对，好棒哦、喔！你还取了那个谐音嘛？你走这样搞，这就是你很有的特色跟能力。很重要的一首歌，是不是？今天是不是很用心？對對對还挑你十年前的够。我真的很想要来一些我那个会很意外的。糟糕，其实没有哎、欸，就是你觉得不意外，但是我给你一个很意外的。结果没有，糟糕。怎么办？可是你不一定猜得到啦。咋个？哎，你听一首，咋个？你考机？俺有广告，很搞笑，创过半支钱嘛。我们讲金门川普没半支钱，是会用金门的机会，叫做现川的世界怎样样？糟糕，防疫旅馆。防疫旅馆是什么？哎、欸、哦，我知道了。哎、欸，有吗？有吗？有。有有有吗？应该，那这、欸、一开始我真的想了很久、欸，是啊，是不是加防疫你就不知道了？我一直在想到新歌去了。你想说，你想讲又嘛改 ，Go Go 防疫旅馆是不是？算出的不错吧？不错不错。对啊，而且故意挑那种没有很抒情的歌，像那种烟抽好恼你的。哎、欸，你还到 Go Go 赌性，就应该染床肥，又口那味糖多么？啊，听出味糖。哦，好棒哦、嗯！我也在想说到时候要唱多久，嗯、因为好像唱超过会被罚钱。哎、欸，那我就在想说，我最近可以赚多少钱来付那个罚单？你是怕太多 uncle 去？对啊，我是很容易被 cue 啊。那观众要唱那一首，我就继续。没有，你就耍帅啊，你就耍帅 uncle 你说拍谁拍谁，来动风来摸虫，来动 uncle。没有，俺没 uncle， 俺 auntie。
啊，大家就冷掉就结束了。哎、欸，我哪有听懂？我有听懂。哎、欸，拜托，那空气没有改，所以啊，好吗？安琪是就是那个刚那个椅子的主人呐、啊，阿姨，阿姨的黑椅子。欸、你要跟空气没有谈过饮食地嘛？阿姨的偶一样，阿姨改木点的什么哈？阿姨改英文，安琪，嘿，是阿姨改英文是 auntie、uncle 是阿叔，顺便来靠英文，你真是哦。哎、欸，我跟你讲。我知道你唱歌很辛苦，我们来地田中，所以你要让旁感应，刚要躺到很咩都起都动喉糖。哎、欸，大家点头一下，哎、欸，有吗？有吗？有哈？哦，还要再听一首。Call and respond 一下。哎、欸，对嘛，还要再多躺黑吗？哦，走得，大家都说还要再听。还要听，好。那我这两个签，说真的我不太记得，我们赶快，我就随便抽一个。真的。对啊，早知道我题目写难一点。对啊，好不好？哎、欸，粘那么紧是什么意思？其实刚防御旅馆，我真的有点想说哪一首。好紧张啊！其实我也好紧张啊！欸、因为我想讲，我讲基本我考忘，我想写好简单的，总是定要写好难的，可恶！哦，这个你一定哦，你不要告诉我，你看。谁呀谁呀谁鬼？不是我，那是别人的歌。你有想说你在唱？吓到了！你真的知道吗？知道。欸、一定哦，因为俩系一构思地读改一句歌词而已耶。我在想有没有别首专辑里面也有？也有可能有。但是我不知道你想的是不是我想的那一首，应该是，因为这题目真的都是我出的，你就知道我多认真听你的歌。真的，我好像是，我一直在想要怎么偏离这个地方，偏离这个主题。我啦，我骑一台卡达车，等到细汉时，出头的路线，再会我的爸母甲亲戚。我骑一台脚踏车，等到离树野想的路边头，再会我的青春拢在这。小度满意。对，哎，你改乡亲朋友，佮够喵咩？安东死人还差好唔多哦，还佮改够吃地独有，这是小度漫游。你看，一理解很用心。哎，既然都唱，就唱到晚了。我本来以为是嘿咻嘿咻，爱起死人差，搞错了，忘记了。很容易都在一起，因为我们的歌最近很容易改。对，像我最近做那个他乡变故乡，变新移民版本。然后我就多学了七种语言哦，真的。所以我真的什么缅甸话、越南话，我全部都有练。真的哦。对啊，好棒哦。所以我就会突然有点错乱。真的，我们最后一首啦，我们要听就听到底啦。今天他都来了，好好考一下哈。糟糕，这个，要不要再给你点提示？好像有好几个是跟这个有关的。儿歌童谣，那边风很大。想要和你再去吹吹风，不是张学友，不是一直唱别人的歌，哦，那是张学友的。你有没有地啦？爽男片的凤啊，我很用心挑，我挑一些热情的、浪漫的。突然变成张学友的，对呀、啊，我刚吓到了。我是张学友的，你真的。从南片改风，吹你了从南片走，夫妇上似穷很爱，转我哈亲亚娘，从南片改风，吹过爱的跳那么，吹开我窗盖太闷后，绕墙一瞬转来错，火把顺盖跳，水慢慢流过。早心都按不透，强强该睡，想起马萨该笑容，
熊南片改凤。哇，好棒哦！真的，哎、欸，那恭喜彩妹，请去动喉糖。我发现你是实力派呢。哦，精彩发现是不是？不小心 Q 了张学友，自己快转不回来。好，其实我今动放一支片都在雷到两片。那大家来讲哈，我听从安讲，新年的促喜，该不应该让成飞又线上直播？大家听到又信不信？哈，我该硬体、软体都费总该掌掉，给费总该贴心，所有的专业该嘛该佛差该时刻表，传到大家差好嘞。大家五时 sale 会迟到两件事情哈。还有哈，你卖票，大家有看到该卖票还是有动到想去该周边商品哈，看去视觉设计，然后。严重癌，哎，你讲桃露、毛巾都非常癌完美，非常癌好，所以所有癌乡亲朋友，忙卖票，加加去卖票，今咪非常癌放弃之前做的那多两片，成功哦，再下摆有机会接着来做梅家，好，做得啦，梅家东方戏啊，好，很亲切，很温暖，赞，好，所以所有癌乡亲朋友，新年的促喜，忙卖票，加加去卖票哦，天天哈喽来强下来做运动了。恭喜恭喜你的街所有的朋友的记得去到恭喜你的街免受清账还有听你的客家天使的 YouTube 频道让你的人片分享出去哦感谢大家。